然后这是一套啊，这里面这个裤子跟上衣全部都是加绒的，然后这双鞋啊是特步的童鞋，然后这两个孩子已经穿了好几天了哈，轻不轻？跑得快不快？穿这双鞋？快，是不是？然后当他们俩穿上这双鞋的时候，就一直在原地蹦，就是来回巴拉巴拉的跑蹦，然后确实是很轻。我们的鞋还给大家准备了这种的，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哈，巴布豆的鞋真的是值得推荐。这个是雪中飞的羽绒服，破价了，300多之前369。这个是马拳哈，马术拳，每个马都有几件，然后一共剩了大概几十件，100多件还是几十件？100件左右，反正不多了。100件左右，然后直接给大家秒了，99，都是新款哈，姐妹们都是新款，只不过是说啥呀？工厂要放假，品牌也想放假了，所以说99哈。然后这个粉色也是雪中飞的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大品牌，高品质。这个也是雪中飞的哈。这一摸也就特别厚实，摸着都厚实。对，也是防水、防油、防污的。来看看后边这个，他穿着有点小哈，他应该再穿个大号。转一下，哎，那这个的话也是99。哇，99啊！这个还有这个只能拼手速。对，二弟身上的毛衣好像是便宜了20-30块钱。对，嗯，对，还有小朋友的红色。这是亲子装，亲子装，情侣装。对，这个破价了哈，姐妹们，这也破价了。来，这个是黑金羽绒服，这个羽绒服就算是不匀，皱皱的也好看，真的是好好看。这个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厚，整场羽绒服里边它最厚。对，这羽绒服的话，去商场里边去买的话，姐妹们至少要700-800。这今年比较流行的。对，来你们俩转一转，让我们看背面呗。转一转。肖太帅了，肖这个衣服。嗯。这羽绒服给你吧，行不？行不？行，你拐不走家了，叫你妈拿钱，叫你爷爷拿钱。你爷爷有钱吗？有。你说让谁拿钱？你说让谁拿钱？姑姑、妈妈、爷爷，你说吧。三个人里边选一个。谁都行。谁都行，选一个吧。爷爷。爷爷，那叫找爷爷有钱，是不是？嗯，来。就是这种衣服啊，今年比较流行，它确实是扎水，就是热死，就是质感真的是很好。对，这大爆款，这个出门一点都没问题，肯定不会冷。对，然后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它比较帅气的一面？来，我们拍个照片行不行？来，站好，来这，立正，来你俩，1、2、3，茄子。